悠悠小精英，很好，小朋友唱的完成了，现在要换爸爸妈妈喽。小朋友嘴巴先闭起来，让爸爸妈妈唱，我来听看哪一个爸爸妈妈最大声。预备，开始，悠悠小精英。哦，台南的人都很会唱歌呢，吼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有满满活力要送给你哦，我们要来选看哪一个小朋友先唱的最大声。预备备，开始，悠悠小精英。哎呦，我怎么看到一个打扮的跟我一样，头上戴的黄色头带的妹妹？妹妹，怎么办？跟我穿一样哎，你好，悠悠小精英，来妈妈，你要帮她说吗？一二三，悠悠小精英，悠悠小精英，耶、答对了，送给你十天份的悠悠小精英。小朋友唱完，换妈妈唱，悠悠小精英。谁在飙高音？悠悠小精。你们有拿过礼物了吗？还没。哇，那牌子做那么漂亮，拿着悠悠 TV 牌子的妈妈来，哇，你去，悠悠小精英，悠悠小精英，恭喜你得到了十天份的悠悠小精英。哇，爸爸，哦，自从我当了爸爸之后，各位父母都是我的偶像，真的是太伟大了。爸爸，看有没有爸爸笑了，悠悠小精英，啊，爸爸没声嘞。悠悠小精英，后面的穿着蓝色拿着扇子的爸爸，递着戴着灰色帽子的兄弟，就是你，悠悠。小精英唱一次，悠悠小精英，悠悠小精英，耶！爸爸帮你拿到一个礼物，哎，有没有开心？来，恭喜恭喜！好，小朋友换你们喽。现在送掉几份啊？一、二、三。还有几还有人没拿到、哦、但是我会跟你们说，如果没拿到可以吵吵闹闹的吗？我们打勾勾约定一下好不好，这样我才能继续送。打勾勾，你们说盖印章，打勾勾，大家不管有没有拿到礼物都要开开心心的，现在转过来跟你旁边的爸爸妈妈打勾勾。我们有没有收到礼物？怎么那么小声？打勾勾，印章。好，我们都约定好了，不管有没有拿到礼物都要开开心心的。好，那我这次用问的，请问刚才那个叫做什么小精英啊，可以明亮你的眼睛，乐高妈妈戴着白色帽子很大声呼，就是你啦，麦克风去找你了。旁边爸爸竟然用扇子去打他的头啊，回家小心啊。答对了，恭喜你。好，后面这边不要走，这边有没有人知道啊？叫做什么小精英？谁知道？来，那个妹妹背着一个佩佩猪的包包，就在你的右前方，哥哥，右前方，蓝色衣服，哦，粉红色小妹妹，她叫什么小精英？悠悠，答对了，送给你保护眼睛，换这边了，前面的条纹的妹妹就是你啦。跟我一起唱，答对了，送给你。哇，这边有看到好久不见的朋友，然后呢，你也有那么小，也换你唱，悠悠小精英，悠悠小精英，答对了。哇，唱得很大声。最后还有三题，我来看看。刚才我说呢，可以对我们眼睛有帮助的，第一个叫做什么黄素，谁知道？来，那个黑色衣服的妈妈，就是你，拿掉口罩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你的身上刚好有它那个颜色，叫做什么什么树？叶黄素。答对了，妈妈帮你拿到一个礼物了，看起来很像姐姐。第二个是可以带来满满活力的，是什么树？虾。哎，这个爸爸看起来满满活力。答对了，来，礼物送给这个爸爸。最后一个呢？有迷人小小明亮秘密的叫做什么青素，这边有没有人知道？好难选哦，谁知道？来，这个拿着青蛙发箍的妹妹，你说她叫什么青素？花青素，答对了，帮自己拍拍手。
还有吗？都送完了，小朋友还想要吗？要。我跟你说，今天一整天幼TV准备了好多礼物，如果还没拿到没关系，记得去闯关，只要完成七项就可以拿到礼物，好不好？好，等一下还有更多精彩节目，待会见。